本来我的明星梦碎了，我应该要很难过，但我现在却很高兴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你现在是来拍戏吗？拍戏要什么你知道吗？要敬业，要拿出专业的精神，知道吗？来，右脚，回去，右脚，回去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左脚，右脚，懂不懂？不懂啊！欢迎回家，吴导演。现在电影《三太子》好红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有机会要好好把握，知道吗？是啊。演不演？啊，这部好，扣工业了，我讲了，阿公如果演红了，你可不能嫉妒哦。啊，这样子好了，看你的面子了。如果我红了呢，你就来当我助理，付给你薪水。好，我要来编剧本了。啊，不就啊，哦。有才华的人哈、哦，早晚是被挖掘的，老天有眼。你不去，把姨娘比了算了，免来免去了，我来就好了。阿公，你太老了啦！妈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导演哈、哦、脾气是比较冲，不过他不是有意的啦。他觉得亚达哈、哦、其实很有潜力，很不错哎，所以他希望你能够回来演啊。我也希望啊。是哦，我昨天劝了他一个晚上，他怎么都不肯呢。你知道哦，小孩子爱面子，觉得演电影三太子比较那个啦。我也很想赚这个钱啊，妈妈你考虑一下嘛，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。啊，没关系的，他不去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可以试两脚了，我来演了。太老了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导演改本只有几个镜头而已，很轻松哦，很好赚，很轻松哎。不要。那好吧，啊，你们不要后悔哦。那吃泡面吧，我们走。对啊，你们不要后悔哦。8万块很多哎。不要。
妈妈，要不然你来演怎么样？我去买午餐，你们乖乖不要乱跑，知不知道？嗯，给你。说要是他想往外跑的话呢，你要尽量阻止他。真的不行的话呢，就叫大人来，知道吗？嗯。还有，千万不能让他拿到任何火柴呀、打火机这种可以点火的东西，一个都不行，这很重要，不要忘记哦。OK。你怎么没有去上课啊？把你的书包给我。你今天不是要去拍戏？我不想拍。其实你长得不错，可惜矮了一点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你功课很烂呢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你有接过吻吗？本来我的明星梦碎了，我应该要很难过，但我现在却很高兴，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和跟我痛苦指数一样高的佩佩单独相处。其实我觉得那也不算病，是什么？一张导演的名片。什么？跟一个爱放火的女生单独相处，我却觉得很有安全感。这是不是就是爱情呢？恋爱真是令人不屑。